当我相亲相到老板女儿，出来相亲让人家等半天了。她长得好像我老板的女儿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事没事，坐吧。先点菜吧。行啊，点吧。你想吃什么？哎，我怎么好像咱俩见过你了？啊，那应该是我上回去我爸办公室的时候，咱俩碰见了。啊，你爸呀？怎么了？就是我还得回去浇花，我那个先走了。你回来？啊。你干嘛走啊？什么浇花？你这理由也太劣质了吧！你坐下。啊。我爸咋了？就是让你爸知道了，我明天不得给我他开不了呀？知道，那咱俩今天不得给流程走吗？真不太好吧，我先回去吧。回来，我啊。没说让你走，现在可是上班时间，你要是不能陪着我，我现在给我爸打电话。别，我陪你。就说吧，介绍介绍你自己吧。我20岁，没车，没房，没存款。然后工作什么情况？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在公司应该怎么说吧？然后没事，我不在乎你这个人，不是很熟吧？我都偷偷去公司见你好几次了，怎么能算不熟呢？怎么了？到底在纠结什么？没事，就是，手里还给我安排活了，我得先走了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正好一会儿我爸来接我，你让他把你带个公司不行吗？你爸接你，带我走。对呀，